祝福五段当中刚才讲过，第一药王菩萨说咒，接着啊讲第二位勇士菩萨说咒。勇士菩萨是这个前面续品里面呢、所有的菩萨众当中也有勇士菩萨。勇士菩萨在前面续分里面菩萨众列出的名号里是第八位啊、第八位就是勇士菩萨。你看法华经的开头前面啊，续品的这个菩萨众里面第八位就是勇士菩萨。那么可见这个勇士菩萨从始至终啊都在法华会上啊。勇就是表示精进，勇猛精进了。勇猛精进做什么呢？布施啊。学佛就是要一切布施，才是法是无畏施，一切布施。以施舍的精神就是菩萨道，所以叫做勇士菩萨。那么勇士菩萨现在也要说咒来扶持修法法法门的人。那么这个勇士说咒啊有三段，第一是情，第二是说，第三是叹。它的科判只有一个字，很简单啊。情就是勇士菩萨向佛请求啊，要说咒来扶持受持法华经的人。而是勇士菩萨拜佛言，这个时候药王菩萨说咒说完了，接着勇士菩萨也站出来说咒啊。要说咒之前先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请求啊，准许他说，世尊，我亦为勇妇读诵受持法华经者说陀罗尼。勇士菩萨说，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我勇士也是一样，跟药王菩萨一样啊，为了要勇妇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啊，就依法华修行的人，我要扶持他，那么我也要说陀罗尼，就是咒啊，我要说咒来扶持他。若此法师都是陀罗尼，若夜叉，若罗叉，若富丹拿，若吉遮，若鸠盘叉，若恶鬼等，实求其端，无能得变。那么药王说这个说咒之后，勇士说咒，他要说咒之前呢，先说明他的咒的功能。他说如果受持法华经的法师们，这个法师是包含读诵讲说，通通包含在里面，就是五种法师啊。能读法华经也称法师的啊。你不要现在们习惯性都称出家人为法师啊。不过法华经这里的法师是指依法为师，依法华经为师，依法华经修行的啊，无论在家出家通通包含在里面的，不是单指这个讲经法师而已啊。就是依法华经修行的人得到这个陀罗尼，是陀罗尼就是勇士菩萨下面所说的这个咒啊。那么他得到这个陀罗尼来扶持他的缘故啊，下面是说世间上所有的恶鬼啊不会伤害他。所以说若夜叉，夜叉劫机鬼了，这个名词前面讲过很多，都是鬼类啊，走动很快的，所以这种鬼众啊，夜叉也有凶恶的，会伤害人的，这是指这个恶的夜叉啊。因为有这个咒来扶持他，那么夜叉不会伤害这个修持法华经的人。又罗刹，罗刹后边第五就是罗刹说咒啊，那么这个恶的罗刹也会伤害人的啊。若富丹拿，富丹拿，按照这个法华会议里面的翻译啊，富丹拿是印度话了，翻字不翻音了啊，翻成中国话说是热病鬼。另外在这个翻译名义里面也翻作臭恶鬼，
臭恶鬼，富丹拿也就是臭恶鬼，很臭的臭啊。说鬼论里面有一种臭的鬼啊，啊，就是富丹拿，啊，可能这种鬼也会使人生这个热病啊。若急着，急着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本来叫做翻作所作，所作，所作所为的那个所作啊。为什么喜欢翻作所作呢？因为这个急着呀，就是起势鬼，起势鬼。印度有一种的恶咒啊，能用这个做起势鬼的啊，这个情况啊，讲普门平啊啊凡卓一本人的时候曾讲过的啊，人刚死丢在这个啊山林里面的野状啊，那么这个持恶咒的人要用这个起势鬼去伤害人呢、啊，就把这个刚死掉的人用念咒让他起来，拿出刀叫他去杀某人啊，那么他会照你的咒语去办啊。所以这就叫做起势鬼，急着就是起势鬼啊。急着两个字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所作。为什么所作呢？因为你恶主的作为啊，使他明明是死人呐、啊，他能走动去杀人，所以叫做所作。急着，急着就是起势鬼。若鸠盘叉，鸠盘叉是瓮形鬼，也是恶鬼之一啊，也是四天王所统领的鬼类八部鬼神之一。啊，那么鸠盘叉翻成中国话叫做瓮形鬼，瓮啊，从前那个酒瓮啊，知道吗？装酒的酒瓮啊，就是这个鬼呀、啊，它的形状，它样子很像那个酒瓮的那个瓮啊，所以叫做瓮形鬼啊。那鸠盘叉，恶鬼呀、啊，就是指鬼道众生会伤害人的另外一种恶鬼啊，属于鬼道，称它恶鬼。并不是说饿得半死的那种鬼呀、啊，饿得半死的鬼呀、啊，他自己就自救不了，他怎么能够伤害人呢？现在这个恶鬼就指那些鬼道的、凶恶的鬼道众生啊，会伤害人的，等着等于其他各种的凶恶的鬼神之类，啊，持求其短，持就是等待，等待这个修持法门的人，寻求他的短处。要来伤害他，什么短处啊？假如你动了坏念头，或者是你动了这个要伤害众生的念头，那么他就可以进来了。你不起念了，不动坏念，他伤害不了你。所以，内心动了不好的念头，那么会引进外面的恶鬼呀、啊、来伤害，那么但是初学修行的人免不了会动念头了啊，那么纵然万一不小心动了不好的念头，这个恶鬼也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机会来伤害你啊。所以实求他等待你的短处要伤害你，无能得变，因为由这个咒来扶持他的缘故啊，他得不到这个机会，变是方便啊，就是机会啊。那么这些恶鬼啊，他没有机会来伤害这个修法华经的人啊、不过不能因为有这个咒来扶持你，那你就胡作乱为，那不得了，那就麻烦了啊、那你自己心里不端正，不好好修行啊、那么动了许多乱的杂念，那当然是免不了啊、那么因为不是这个鬼神不扶持，而是你自己招惹那些鬼神来，那就没话讲了啊！这必定要这个守口摄意身莫犯啊，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尽量要照顾这个自心啊，使他清净庄严，才不至于有所啊，使这鬼神有方便来伤害。这是请啊，在请说当中，同时说他说的咒的功能啊。下面是说，就在佛前说咒啊。既以佛前而说咒曰，勇士菩萨就在佛前说下面的咒。这个咒两行多，不字少一点啊。搓力摩诃搓力欲知目知阿利阿罗婆帝捏力的捏力多婆帝依至尼维至尼止至尼捏力痴尼捏离痴婆帝，这是勇士菩萨说的咒啊，一共有13句。
咒说完之后，赞叹这个咒的功能，所以下面第三是叹，世尊，是陀罗尼神咒，恒河沙等诸佛所说，一皆随喜。我这个咒也不是我勇士一味说而已啦。过去恒河沙说那么多佛也说这个咒来扶持法门啊，而且有佛菩萨说咒啊，这些诸佛都生欢喜心啊，所以叫做随喜啊。那么都生欢喜心来随喜这个咒的功德啊，来帮助扶持的。若有寻回此法事者，这位寻回自是诸佛矣。假如有受持法华经的人，读诵法华经的人就是这个法师啊。假如有鬼神来请神他伤害他啊，那么就等于请神伤害恒河沙数诸佛的罪过一样的，所以他们不会来伤害的啊。那么这是勇士菩萨说咒。那么说咒护持的这个五类众当中啊，菩萨有两位啊，接下去是天王，四天王当中有两位天王啊说咒啊。那么第三毗沙门，就是毗沙门天王。第四持钵，就持钵天王。欲界我们头顶上第一层天叫做四天王天，东西南北四位天王。这四天王天的四位天王啊，东方叫做持钵天王，就是下面第四位啊，持钵天王，印度话叫做提陀赖扎，提陀赖扎翻成中国话就是持钵，保持保护国土的天王就是持钵天王。南方叫做镇长天王，这印度话叫做毗留勒叉，翻成中国话就是镇长天王，南方的天王就是镇长天王啊。西方叫做毗留波叉，翻成中国话叫做广目，就是广目天王。这两位没有说咒啊。北方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翻成中国话叫做多闻，就是多闻天王，他领导这个夜叉罗叉啊，所以后边的罗叉鬼神也是他所领导的。而东方的持钵天王，他是领导这个钱大婆跟富丹拿啊。那么这四天王各领一类的两种的鬼神啊，那么就叫做四王统领八部鬼神啊。那么这个八部里面就没有天啊，没有天，没有龙啊。现在这里第三是毗沙门天王啊，要说住护持受持法华经的人啊。那么一样有三段，就是请说叹。而是毗沙门天王复视者，白佛言：“世尊，我因为明念众生，永复此法事故，说是陀罗尼。”毗沙门天王就是东方，这个北方的这个毗沙门天王就是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在印度啊，印度人把它看作财神爷呀，他们印度人很多供养毗沙门天王啊，认为供养他不但是能够增长福德，而且能够发财呀啊，世间中是希望发财呀 啊。在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希望这个雕三辈啊雕敬辈啊看这有看后啊，所以他喜欢拜这个财神爷啊。那他这个毗沙门天王他就是站出来在佛前呢要说咒来扶持这个修法华经的人啊。为什么毗沙门天王称作护世者呢？四天王叫做护世四王，护世四王，这四位天王他用意啊就是要扶持世间修行的人的，他的本意啊，他在佛前发愿就是要扶持世间的善人，世间修善法的善人跟修学佛法的好人他都要护持的，因此叫做护世，保护世间善人，保护世间国土的这个天王，所以叫做毗沙门天王护世者，有多闻天王。到佛前禀白佛言，这里没有说自从做起呀、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些天王他在灵山会上听经啊，都是站着听的，站着听的，
都站在佛的身边听经了，他表示扶持啊，表示扶持，他不敢做。哎，所以四大天王都是站在佛的身边听经，他没有做，所以经文里面没有说即从做起哦。那么他就是因为站在佛的身边嘛，现在要说咒啊，就是站在佛前禀白于佛啊，说下面的话，说世尊呢，我一位名念众生，永护此法是故，说是陀罗尼。我是毗沙门天王自称呢，所以我也是一样的，我也学菩萨道，我也怜悯护念世间修行法华经的众生的缘故，我为了要永护这个修持法华经的法师，为了要护悯念爱念这个世间的众生的缘故，所以说下面的陀罗尼就是咒啊，我说下面的咒啊，来扶持世间的这个修行的人，他这个咒更少了啊，不到一行啊，一共六句啊。即说咒曰，就是说了啊，阿利那利罗那利阿那卢那利居那利，就这么啊六句，文字很短啊。他这个咒说完之后，赞叹这个咒的功能呢，说第三叹，世尊，于是神咒永护法师，我亦自当永护持世经者，令百由旬内无诸衰犯。毗沙门天王对佛说，世尊呢，我用这个咒，这个神妙的咒啊，来永护修持法华经的法师，无论是读是诵啊，讲说通通包含在里面，我都要扶持他啊，我不但是用这个咒来扶持他，我自己要亲身来扶持他，我亦自当永护持世经者，我自己也应当，我会来到这个读诵受持法华经的人的面前啊，我来扶持他。哎，我们见不到他，但是他有天眼通啊，他能看到我们在修行，他会来扶持的啊。例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啊，这个毗沙门天王他也在空中扶持啊，因为这是他的心愿，凡是有读诵讲说的地方，他都要去扶持的啊。令百由旬内无诸衰犯，由旬是印度的礼数了，大概等于我们中国的四十法理了啊。小云游旬那说是四十法理，中游旬六十法理啊，大游旬八十法理，现在就是越小游旬来算，小游旬算一游旬四十法理，一百游旬四千法理，不得了哦。假如台湾一个地方有人读诵法华经受持法华经，整个台湾都得到扶持啊。那你会想，既然功能那么大，天王这样扶持，为什么我们还是经常那么多灾难啊？啊，这个不能怪天王不扶持啊，而是你自己的定业不能移啊。这个百由旬内使他没有衰犯，衰就是不好的衰相，犯是灾难之类啊，犯难。嗯，他的意思，他的力量有这个可能，能永护一百由旬东西南北四方一百由旬之内不会有灾难，他有这个功能。可是众生的业力很严重啊，他只是一个天王而已呀，他有这个愿力要这样子扶持，可是众生的定业不能移，遭到灾难，你不能怪他啊。例如说这一粒种子啊，兽的种子，假如你种下去它长大起来呀，它能够遮应五百个车身啊，可是你必定要种下去，还要栽培扶持它，让它长大，大到很大很大，尽头大的时候啊，它那个兽的遮应才能遮应五百个车子，在它的兽底下印粮啊，不会晒太阳，不会啊这个受到这个酷热的痛苦。那你必定要种下去，还要扶持照应它，让它长大，才有这个功能啊。你不能说是我把这个种子摆在桌子上，哎，你来扶荫我，你上去要扶荫五百个车身，何况我一个人呢、啊、可是你没种下去，你是放在桌子上，种子大，它自己本身就还没有发出来呀、啊、它怎么能够扶持你呢？这是说天王的意思，他能扶持你一百由旬内没有灾难，这是他的原则，他的愿力。
可是你并没有下种子修行啊，你没有把你的菩提种子长大呀。他纵然要扶持你，你的定业不能移也是没有办法。不能怪天王不扶持，而是怪自己的业力重。所以有些人呢，他看到佛经里面这些佛菩萨神通广大不可思议哦，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多灾多难呢？您的多灾多难是自己自作的，自作自受，自作还是自受啊，谁也替你不了哦。那么因此之故啊，不是天王不扶持，而是你的定业不能移啊。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怪天王了啊。他的能力能够使百由玄内没有灾犯啊，这是赞叹。下面第四，持国，就持国天王。东方的持国天王说咒来扶持修持法华经的人，也是三段，请说叹，先向佛请求啊，说咒。而使持国天王在此会中，与千万亿哪由他前的婆中恭敬围绕，前一佛说：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亦以陀罗尼神咒永护持法华经者。这个持国天王在这个灵山会上的法会之中啊，他领导有千万亿哪由他那么多，哪由他也是亿啊，钱大婆就是他所统领的两类鬼神之一，钱大婆众啊，就是八部之一了啊。钱大婆就是寻香啊，寻香的鬼神啊，他是以香为持为食的啊。钱大婆众很多，有百千万千万亿那么多，所以叫做钱大婆众啊，都是持国天王所领导的。对于佛、对于法宝、对于三宝的恭敬供养啊，所以现在听佛说法。他本来站着听，因为他人众多啊，距离比较远，所以他带领好多钱的婆中啊，恭敬围绕，来到佛的面前，前一佛说，就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合掌对佛表示恭敬，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亦以陀罗尼咒、陀罗尼神咒，永护持法华经者。我持国也要用我的神咒啊，来永护护持这个修持法华经的人，这是情。第二说，既说咒曰，他这个咒比前面稍微多一点，一共有九句啊。既说咒曰，说的咒，阿切尼、切尼、俱利、前陀利、旃陀利、摩顿奇、长求利、弗罗萨密、安迪，这是持国天王说的咒。说完之后赞叹这个咒的功能。世尊，是陀罗尼神咒四十二亿诸佛所说。这我这个咒啊，也不是我持国天王说而已，我从前听过四十二亿那么多佛所说的啊，四十二亿诸佛也说这个咒来扶持修行的人的，所以我是在佛那边学来的。若有寻魁秦魁此法师者，这位秦魁是诸佛矣。假如这个法师受持修持法华法门的人，这些人就是法师啊，那么他能够修持法华经，那我用这个咒来扶持他。如果有人伤害他，那就是等于是情损伤害毁谤到这个四十二亿诸佛的这个罪过啊。所以如果你好好修行啊，有这个持国天王的咒的扶持啊，不致遭到这个伤害。这是第四，陀罗尼名的五位说咒扶持的这个菩萨众天王众啊，四位说过了，最后一位罗刹女啊。第五罗刹女说咒来扶持有五段。第一，列名同情；第二，说；第三，叹；第四，是；第五，应。这科判很妙啊、有的时候字很多，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字啊，那么念起来呀、叫它以现代化来说啊，很有艺术啊。先是列名啊，把这个罗刹女的名字列出来，
他十位罗刹女跟鬼子母同时来请求佛，他有十咒啊。儿时有罗刹女等，这些罗刹都是女的，女性不是男性啊。有十位罗刹女，列出她的名字：一名兰婆，二名毗兰婆，三名须迟，四名华迟，五名黑迟，六名多发，七名无厌珠，八名持银罗，九名高地，十名托一切众生精气。这十位罗刹女的名字，兰婆第一名叫做兰婆，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劫夫，劫怕干怕干劫夫，他很有办法把人抓到啊，把他绑起来，然后慢慢做点心哦，劫夫。第二个叫做毗兰婆，毗兰婆离劫夫啊，他不用他的手段更妙，不用绳子来绑人啊，离开劫夫啊，他照样可以抓到人来当点心啊。第三去迟，第四华迟，第五黑迟，第六多发，这都是越他的形象建立名字的，这都是中文。曲迟可能他的牙齿是弯弯曲曲的哦，很奇怪的，不过他的牙齿弯弯曲曲，不晓得要怎么样吃东西，那咬到人恐怕很痛啊，不好受啊。第四叫做华迟，华迟华是很好啊，说他的牙齿很漂亮哦，可能很洁白啊，你看到会想给他吃哦，那很糟糕。第五黑齿，他的牙齿不是白的，黑的啊，黑人的牙齿是白的，他的牙齿是黑的啊，那黑的不晓得是什么样子哦，看起来很可怕。第六就是多发，发脱发，头发很多啊，那不止三千烦恼丝哦，恐怕三万吧哦，所以叫做多发。七名无厌足，什么无厌足啊？吃人无厌足，多多益善，抓到人就吃啊，他喜欢吃人，吃没有厌啊，他觉得人肉很好吃，所以叫做无厌足。八名持银络，银络是宝珠啊，啊挂在身上的，在脖子的叫做银，在胸前叫做络啊。这个他持银络并不是说他的身体庄严呐，他是把人吃掉了，把他的头盖骨啊，把它弄起来当作银络挂在胸前的，看起来很可怕的哦。持银络他很会抓人，抓到吃掉了，然后把头和把它灌起来啊，做银络挂在胸前，可怕哦。九名高地，高地翻成中国话叫做火手士，火手士啊。火手是就是无论什么他都能啊，意思是无所不惧。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第九位高地这位的罗刹女呀，前面八位跟后边一位所做的他都能，他是全能的，全能的罗刹女，所以叫做高地。在后边佛福名的时候只叫他，因为他是包含前后九人的九个罗刹女的功能呢、啊，所以叫高地就是叫十个啊，所以叫做高地。十名多一切众生精气，不但是人，其他的动物的精气他也照多啊。按照古书里面说了，当然以现在的这个科学发明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哦啊。古书里面说，他说人的身体上啊，这个心脏啊，有七滴甜水，一点就是一滴哈，他说这个人的心脏里面有七滴的甜水，这个七滴甜水来维持人的生命啊。假如被这个多精气的鬼啊吸掉一滴，七滴被吸掉一滴啊，这个人就是头晕呐、啊，站不住了啊，歪歪倒倒啊，那么就很痛苦了。那么如果被他吸掉三滴啊，这个人就要休克了，倒下来了。就休克，如果七滴都被他洗光了，就要死翘翘了，
啊，就要无福哀哉了。所以按照古书里面说，人有七滴，心脏里面七滴的甜水，这七滴甜水就是好像这个最精益的啊东西，假如被鬼神吸掉了这个精气，那人就无福了啊。吸一滴您就要生病啊，吸三滴已经不行了，休克。七滴吸光了，就是无福哀哉了，就死掉了啊。那么就这么厉害的啊，这种的罗刹龟，所以叫做多一些众生精气。是时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集见书，记忆佛说。罗刹是食人鬼，吃人的，可以知道口味鬼。接下来就是说跟这个鬼子母与共同了，跟这个鬼子母，鬼子母啊，另外一个鬼，不是罗刹鬼，跟前面十位不同的另外一类啊。我们佛寺里面念供养啊，啊，送这个出生出去的时候啊，大鹏金翅鸟啊，黄爷鬼神众啊，罗刹鬼子母，甘露西充满，这就是这个罗刹鬼子母。这个罗刹鬼子母，因为这个鬼子母也是罗刹，是罗刹鬼女鬼之一啊。他为什么会叫做鬼子母啊？因为他有500个鬼子啊，他有500个儿子。这个罗刹这个鬼子母啊，这个鬼啊，他有500个儿子啊，也有说是1000个的。另外有一部经叫做《鬼子母经》，鬼子母经啊，说这个鬼子母受佛教化的经过。不过还不如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这个杂事，第31卷里面说的更详细。说得很详细啊，他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鬼子母啊，他有500个儿子啊，他经常抓人家的小孩来给他的500个儿子吃的，他是天天吃人呐 啊。那么因此地方上的人受伤害太大了，很严重啊。那么大家也求佛了，他慈悲啊，世尊慈悲啊，来救度这世间人啊，都被这个鬼子母伤害的这个小孩子都被抓光了。那佛大慈大悲又怎么样子来降服这个鬼子母啊？佛就用神通啊，把这个鬼子母的第500个最小的儿子叫做爱奴啊，他最爱最喜欢的这个小儿子老妖啊，第500个啊，也说是如果是1000个的话就是第1000个啊，把他抓来啊，抓来之后啊，佛有吃饭的钵吗？啊，就把他盖在饭钵里面，盖在饭钵里面，鬼子母盖在饭钵里面也不能出来啊，就盖在那个地方，必定有空气了，不会死啊，因为他是鬼啊，也不怕吧啊。那你不要想得太多啊，怕他死掉。那么这个鬼子母找他的儿子，他最爱啊，不能离开。一回来没有看到这个儿子，他到处去找啊，他有神通啊，上天下地到处去找，都找不到。找不到到哪里去啊，他想来想去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找到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了啊。师尊呢，你有没有把我的儿子抓来啊？他说如果有又怎么样啊，他说有要还我啊。他说你500个儿子，我只要你一个而已，你就受不了了，你天天抓人的儿子去吃点心，那你没想想人间的人都苦恼啊，那你为什么吃人呢啊？我不讲这些，你把儿子还我。他说就在钵里面，你自己拿，你自己取回去，你有能力你就取回去，就在我这个饭钵里面啊，盖住。那么因此这个鬼子母有神通啊，他尽他的神通去搬这个钵呀，搬不起来，把他499个儿子通通都来搬这个钵，500个鬼了，不是人哦，这499个鬼子跟这鬼子母啊，500个鬼啊，搬这个钵搬不动，丝毫都没动啊，搬不动啊，他的鬼子在里面叫，声音听得到，可是搬不动，没有办法拿出来。哦，这个鬼子母很着急啊，就求佛了，师尊啊，你别救救我的儿子嘛啊，为什么不还我呢？佛说可以还你，我有条件。那是什么条件呢？那你现在皈依三宝，还要受五戒啊，不能再吃人的小孩子，不能杀生啊，假如你能受三规持五戒哈，我的你这个儿子我还你，我就会还你，否则的话我不还你。那么他为了要这个儿子，不得已就在佛前就受三规五戒了。这五戒一受啊，糟了，他
他没有东西吃啊。嗯，我们都是吃人的，吃人肉的，现在没有东西吃，那我要饿死啊。佛说不会的，我们这出家人吃的这个饮食之分呢、啊，我分一分给你吃。他说我这么多的鬼子，那你那么一点点我怎么够啊。他说没有问题，你再多我也够你吃啊。所以由此啊，佛就跟这个弟子们说，你们凡是吃饭的时候分一份给这个罗刹鬼子们啊，仗佛的咒力啊加持，使他都得到饱满。所以我们中午上供的时候都要把这个饮食分出一份呢、啊、送出去给这个罗刹鬼子母，就是有这个原因。那么这个鬼子母受到佛的感化了，当然他也发心扶持了所以这个跟这个鬼子母一道来到佛的面前。那么这十位罗刹女呀、啊、她都发好心了、啊、都听到法华经啊，都是改恶向善了，那回头是岸了他们十位罗刹女跟这个鬼子母跟她的五白儿子所以并其侄鬼子母的儿子或者五百个，有的说一千个那么最多是一千，最少是五百吧那么并他的所有他的鬼的荐书啊及荐书都来到佛所，聚义佛所，通通来聚是通通，通通都来到佛的面前，同声白佛言异口同音说了下面的话：世尊，我等意欲永复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除其衰犯。法华经这个影响很大，连这些罗刹鬼子母都受感化，他都发心要做护法，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来永复读诵受持法华经的人你们读诵法华经，如果发现这些鬼众，你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他来护持的，他都是受佛的慈命啊，来护持受持读诵的人。他来做什么呢？除其衰犯，所有的这个不好的情况衰有什么灾难犯，我都要把它消除若有实求法事短者，令不得变。如果有其他的鬼众人要寻求这个修法法门的人的短处啊，他让他得不到这个方便记忆佛前而说咒曰，他就在佛前说了这个咒语一提名，一提名，一提利，一阿提利，一提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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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楼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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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西，多西，多西，都西，楼西，十九句这是罗刹鬼子母说的咒说完之后就赞叹这个咒的功能就叹。您上我头上，莫恼于法师。他说我这些鬼就不喜欢人家欺负我可是他们如果要伤害这个法师的话他宁可到我的头上来伤害我你不要去恼乱法师若一夜叉，若罗刹，若恶鬼，这都前面讲过的那些恶鬼若负担呢，就是热病鬼，若急着，就是起势鬼，若逼陀罗，毗陀罗印度法翻成中国话赤色鬼，颜色赤的可能是红色的鬼吧若犍陀，犍陀是黄色鬼，黄色的鬼若乌摩绿切，乌摩勒切，乌摩勒切是黑色鬼，欧的鬼若欧巴摩罗，欧巴摩罗是青色鬼就是青黄黑跟赤色这四种颜色的这个恶鬼若罗刹即这若夜叉即这，就是不是人的这个起势鬼，鬼道的起势鬼。若人即这，就是人死掉了的这个人的起势鬼。若热病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至七日，若常热病，这是说有鬼的作弄啊，使他发生这个发高烧的热病或者是一天两天至七天严重的常常发热若男行，若女行，若同男行，若同女行，这是指那些鬼众这个形象，或者是指这个世间的男女众
乃至梦中亦复莫挠，无论是平常时就是做梦的时候，这些鬼众都不要去扰乱这个修持法发法门的人。即佛前而说具言，那么这个罗刹鬼子母更是诚心啊，在佛前说这个咒啊，说完了他又说这个句诵，说这个句诵啊，表示他的扶持之意。若不顺我咒扰乱说法者，陀破作七分，如阿弥受之，如是父母罪，亦如压油殃，斗称七狂人，挑大破身罪，犯此法事者，当获如是殃。他举很多例子，说明这个鬼众不能伤害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如果那些恶鬼等众，如果不顺从我的咒语来加以扶持，伤害扰乱这个说法修持法发法门的人，我要是把他打破他的头，头破做七分，要把他的头打成七分，就是裂成七个，好像破西瓜一样啊。破西瓜只能破两片，他是一破七片啊。如阿弥受记，阿弥受是受名啊，没有翻译不晓得叫做什么名称。说这个受之很奇怪，他如果干掉掉下来哈，一段就是七个。掉下来一段就七个，必定是七个啊，不多不少。所以如果有人有鬼神伤害到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我要把他的头打破，像这个阿弥受之一样啊，一下子就七段。那么如果有人有这个鬼神伤害这个修持法华经的人，他的罪过有多大呀？下面举例，如弑父母罪，本来是杀字，下杀上不叫做杀，叫做弑啊。弑害父母就是忤逆之二了，忤逆有点啊，弑父弑母啊，啊，弑父弑母都是忤逆之一啊，就是把生身父母把他杀掉，这种的罪过啊，伤害说法之师，罪过跟这个一样。一如压油殃，压油为什么会有罪啊？印度人压麻油啊，把这个芝麻炒热炒香了把它颤脆了，摆在地面上啊，让它生虫，长了很多很多虫的时候才把它压油，说那个油最香。我说出来麻油你会不敢吃啊，我们中国人做麻油不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压麻油罪很大啊，伤害众生很多，因为他这个麻芝麻炒香了，让它生了好多虫，虫越多压的油越香，所以这个麻油整个是虫油啊。所以这个罪过很大，亦如压油殃，好像这个压油的人的灾殃。斗称七狂人，如果用斗称的欺骗人，罪过很大哦。从前呢，在我们中国，就是明朝时代有一个扬州哈，扬州有一个做生意的人，这个很富裕的做生意的人，开个店呢，叫做开南商店啊，就专卖南方货啊。那么这个老板呢，做了一身的生意啊，临死的时候啊，他就叫他的儿子来啊，他平常做生意的这个秤啊，我这是小的哦，我这是小的，他这个秤呢、啊、就拿出来，老板呢把秤拿出来啊，跟他的儿子说，他说我这个法宝啊，这是我陈家赚钱的法宝，我今天交给你啊。他的儿子莫名其妙说，你这个秤啊给我做什么呢？他说我这个秤啊是乌木做成的，里面空的，而里面有水银。我这个水银功用在哪里呢？如果秤进来啊，就把这个水银倒到这边来，水银在这边，那么这个一秤呢、啊、他看到好像是很少了，实际上我这边已经很多啊，他不知道啊。那么如果秤出去啊要卖给人的时候，他就水银倒到后边，倒到尾巴去啊，这样子进起来看，他看好像很多啊，实际上是很少啊。我用这种方式今天赚钱了，起家呀，家里有钱，就是靠这个法宝来的，我今天传给你啊，那你以后好好的做。哎，他的儿子一看心里不高兴，但是不敢说啊，不敢说啊，就保留起来。不久他的父亲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啊，他的儿子啊良心发现了，他说我不能这样做，
他把这个他父亲给他的乌木秤啊拿到外边去，当天就烧掉。这个烧掉这个烟中啊，现出这个龙舌的烟，青色的龙舌之烟升天了啊。那么他有两个儿子，这个秤烧掉了，他照规照矩的这个做生意，哎，结果他两个儿子都死光了啊。他觉得这个天道无知啊，为什么啊我照规矩做生意，反而两个儿子死掉了。他心在发梦的时候啊，半夜睡梦中就到了一个地方去，好像做官大官的地方，有一个这个大官坐在上面啊。那么他站在前面，那个大官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因为你那两个儿子死掉你难过啊，那是你的父亲造恶业，我天上啊放下这个破耗两个恶心，破是破坏他的家庭，耗是消耗你的家庭的这种恶心啊，摆在你家里，等到时间到了，他们又破坏你的家庭的，等到长大破坏你家庭。现在因为你呀、啊、已经是把你父亲的这个错误啊改过来了，你照规照矩做生意，所以我把这个两个坏心性啊把它收回来啊，后来我会给你好的儿子啊，你会家庭会转好的啊，你不要这个怨天尤人。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啊，他心就安了啊，果然不久也就生两个儿子啊，家庭慢慢就转成好的。所以这个斗秤欺骗人呢、啊、罪过很大的啊，因为你按照这个不公平的方式来欺骗啊。那么讲到斗秤呢、啊、里面就包斗就包含身福啊，秤就包含丈尺寸迈步的啊。那么轻重多寡大小长短进出都包含在里面，不能有欺骗于人啊。斗秤欺诳欺骗于人，这个罪过很大的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罗刹女说，如果有人这样子欺骗人，那么罪过是一样大啊。下面还有调达破僧。